你为什么突然不做直刀手术医生？您身体哪里不舒服呢？别担心，如果病了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。有件事我认为会长您必须要知道，不过就是价格贵了点。15年前死掉的江大树，那个人的儿子现在就在会长身边。我听他们之前说过，星期二晚上金恒范会去一个叫七谷堂的地方。只要你跟我说出七谷堂的准确位置，您杀死你以上的证据我就全都消灭，这里面肯定藏有什么东西。那家伙怎么会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 Cross 假面医生。